又见面了，希望大家没有看腻我。不会。时间，我好像很常跟大家见面，很开心。对，谢谢。其实应该是我从影以来最夸张、最夸大的一个角色，就是在表演方式上面最夸张。 然后也是最狠的一个角色，比较困难的是他整片，因为英文的台词很多，因为我本来以为只是要讲日文，但是英文的台词多过日文，所以对我来讲，用英文台词演戏比日文还难，因为我没有过那个经验。这也是你第一次骂人难听的话，对？日文叫不收编辑，真贱女人。这是我从影以来第一次，但是我看到剧本的时候就觉得，这很可以，很可以。那这部片里面，你有一场戏是跟长泽雅美两个是杠上这样子，所以你跟长泽雅美那个戏是一次就 OK 吗？还是那场戏特别一次就 OK 了？我们火药味很快就来了，但是我们一咖都是笑到疯掉的，因为很好笑，因为能狠尽量狠，因为其实喜剧就是表演方式比较夸张，所以其实非常好玩。 想知道你跟长泽的一些互动，因为听说他好像是黑色饼干粉丝哎。我也是看后来，对，他说他跟内村光良很好啊，他跟雾酱很好，就是我们黑色饼干的队，那个赖宝敌人口袋饼干的内村很好。后来发现说，哎，他好像年纪比我小很多，因为他好像说他小学的时候在看黑色饼干什么的，但我没有被他影响。 还是戏里面还是要继续对他很好。那因为这部电影它今年在日本上映的时候票房非常好，那时候可是因为就是疫情关系，你也没有办法过去宣传，那时候没有给他们一些什么鼓励嘛。本来要安排过去宣传，就变成用视讯的方式，但是后来因为三浦春马他提前功德圆满了，在我们要上映的前两天，所以我们也取消所有的宣传行程，包括视讯都取消。所以这部片还能有这样子的成绩，超越第一集，我们是真的挺惊讶的。本来《孤味》是今年5月，然后这部戏是今年4月，但全部因为疫情都delay到年底，所以也不能再演了，所以就。 看这个戏自己的运气。那在剧中其实有一场戏是你有跟三浦春马两个人有一些对手戏，那您可以回忆一下那时候跟三浦春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互动吗？其实那一场戏是在一个就全部的诈欺师都集合的一个大堆头，你看到上面的诈欺师全部都集合，因为他们都是要来骗我家的钱。然后那场戏其实我是跟江口洋介对戏，那三浦春马他也在现场，但他是跟长泽雅美。 在跳舞，那他是一个爱情骗子，所以他要来骗布利吉，他也是要来骗我的。但我们真正没有真的对到戏，只有没有拍戏中没有对到啊，但在同一场戏出现，但私底下有讲话、聊聊天这样。那印象中他就是很阳光、可爱，然后非常帅、非常亲和的一个好演员。